跟大家问好。大家好，魏老师、文林老师，我们大家同修，大家好。我叫陈秀妹，我住在竹山。因为我86年2月2号学到今天，应该是20年了哈。就是调后的人哈，我后期也经常在。晚上到星期五，那晚上我女儿说，妈，你打算不回，你爱用这个回头，安尼你。